要说顶级 vocal 真的就是不一样，唱歌几乎听不到换气声，光是听就差点窒息。记得周深在《天赐的声音》节目中改编的《冷酷到底》，也是两个超长音，约16秒长音。他的沉默的羔羊很明显唱功又精进了不少，连唱38个字不换气，让人完全听不出来换气点，连我这个听歌的都跟着憋着气，差点忘记了呼吸。眼如目光，世事不常，终其一生在繁忙，却在一起披上伪装，难道继续颠倒上头下岗，刺破黑夜吗，终将会照亮这漫天日荒唐，谢了收场。最近几日，周深在澳门录制音综音乐原计划，周深内穿红珠链，外穿皮夹克，主持人看到后惊呼，今天周深这衣服，哇哦，浓浓的废土风的感觉。周浅后，周深终于把雪藏的周浅放出来了，这一身米子们看了怎能不迷糊呢？而上一场演唱的颠倒之间热力值已经突破了250万了，太厉害了，期待周深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。2024周深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正在火热进行中，周深作为内地最年轻的体育场巡演歌手，他的演唱会场场秒售罄。8月28日晚8点，周深全国体育场巡回演唱会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开票，开票秒售罄，2天连开，总计人数约10万人。
光芒吗？周深作为当下最火最出圈的新生代歌手，几乎毫无短板，暴雪热歌实际满满，大热电影 OST 排着队邀请，流媒体收听收藏常年歌手榜前五，今年发行的新专辑反身代词更是马上破4000万，成为数字专辑限购后排名第二的销量专辑，第一为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。体育场已经巡演超过10场，每次开票都是几万人，体育场巡演秒售罄，歌迷粉丝来自五湖四海，上到99，下到刚会走，是真正的国民歌手时代之声。周深的星途璀璨，就如同前两天在杭州大莲花，因为恶意干扰信号导致中控失灵，50000人自发点亮手机电筒为他送上满天星光一样，耀眼且明烈，被祝福着也被爱着。顶级倭寇加顶级配置，创造了一个个顶级的视听盛宴，留下了一个个精彩无比的夜晚。沈阳、鸟巢、重庆、苏州、郑州、南宁，期待更多的相见。那不如我们还是来听这首《荒芜之地》啊，荒芜之地。啊，希望你放松，希望你开心，希望你享受我们的。大家觉得好听吗？谢谢你们。